作为公正党创党主席，在王阿兹沙的领导下，公正党自1999年参选赢取5个国会议席，茁壮成为了国内第一大党。20年来，两度被推选为国会反对党领袖，更成为了大马首位担任副首相的女性。这也象征着公正党走过街头的烈火莫熄年代，如今公正党走上了国会的改革时代。